ページ開い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は学生ですか？あなたはミラーさんですか？これは先生。どうしました？あなたっていう日本語って実際日本人は使わ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ほら。私、あなた、就是我们讲的我、你、没有出现在句子里面，但是对话是成立的。なんで実際使わない日本語を初級の俺らに教えるっすか？いい質問だね。二人称代名詞、英語なら you、中国語なら你、日本語の場合はあなた。他にも君とかお前とか貴様とかもあるけど、これらは目上の人には使えないし、丁寧さを持たないので、初級の日本語教育で使うのには向かない。でも、あなたも相手にとって失礼って聞きましたけど？確かに。あなたは使える場面がかなり限られている。普段は全く使わないし、場合によっては相手に失礼になる。ほら、見る。じゃあ、なんで？あいうえを覚えたての日本語初級の俺らにこんな複雑な言葉を教えるんすか？日本語って実に面白い言語よね。リュウ君は自分のこと初めて会う人の前ではなんて呼んでる？私？友達の前では？俺？先輩の前では？僕？うん、中国語で言う「を」も日本語では状況や相手との関係によって呼び方を変える必要があるよね。それと同じように二人称でも常に関係性や相手が持つ特徴を使って呼ばないといけない。社会的上下関係がある場合、先輩、部長、働いてる人に対してはお花屋さん、ジムのお兄さん、家族に対してはお母さん、お姉ちゃん、仲のいい友達に対してはリュウくん、ユマちゃん、こんな感じ。そうか、実際の生活では中国語のをとかにみたいに決まった言い方をしないってことか。そりゃ日本語を教える先生も大変だな。そう、つまり関係性や状況を考慮しないで使える二人称はあなたしかない。だからみんなに日本語を教えるときにもあなたを使うんだね。ようやだ、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あなたの必要性にこんな事情があろうとは。日本語学習者として不甲斐なし。穴があったら入れ、穴があったら入りたい。学日文。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リュウです。ユマで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あなた的用法。之前呢，我们有拍过影片跟大家说，あなた在日本呢，实际上其实不常用。我相信大家也有看过很多影片，就跟刚刚的小短剧演的一样。但是呢，这个あなた它不是不需要的。有时候我们会怪老师，老师 YouTube 都说。实际上没有用啊，为什么你还教？对不对？但是あなた是必须的。今天就跟大家说，あなた它为什么需要跟，あなた它的用法在哪里？好不好？首先呢，あなた这个词哦，它的语言来源呢是あちらの方。あちら是很远的地方哎，你们学会吗？こちら、そちら、あちら，对不对？ね、このそのあの。啊，其他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他那边，他那个方向，所以不是我，也不是你，在很远的地方。哦，这个听起来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あなた”这个词呢，是很有心灵上的距离感的，是有距离的。那这个距离感呢，反倒可以利用它，对不对？所以“あなた”有以下三大主要的用法。首先，第一个呢是。斥责对方的时候呢，使用的あなた，
这这对哇骂对方的时候，就是你们喜欢看的半泽直树最常用阿纳塔去骂人家，有哪台词够？それ以上近づか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あなたからは腐った肉の匂いがする。有没有？半泽直树在骂人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对方是谁啊，而且是很有关系的人哦。但是在骂对方的时候呢，就可以故意说制造这个距离。我跟你没有关系，有没有制造这个距离呢？去骂对方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安娜塔，就真的表示哇，有被骂的感觉。我想要跟你熟的感觉。对，恨你玩安娜塔的时候呢，有没有恨你是犯人就是你吧？时候呢，安娜塔。第二个用法呢，就是标语或书籍，也就是说。在你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因为标语广告的标语我们不知道听的人会是谁嘛，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叫出对方的名字，所以呢我们会用あなた。对，像我们看小说啊什么都是用あなた，小说就像一些书籍啊自我启发的一些书都是写あなた嘛，对不对？有吗？例子。あなたにもこんな経験ありませんか？好，那第三个呢是大家知道的叫老公。称呼老公呢也会用阿娜塔，但是各位，这个呢其实哈，最近的投票，我看2018年的网络，这个民意调查呢，针对306名日本人，这个新婚夫妇做调查呢，好像里面只有7位，老婆叫老公阿娜塔，很少的，很少哎。之前很常出现在日剧啊，比较老的动漫会出现哦，那现在称呼阿娜塔的年轻。老婆已经很少了，2.3%，对不对？2.3%很少，所以几乎现在已经不会叫老公阿娜塔了。那为什么会叫老公阿娜塔呢？其实这个也有尊敬的意思，因为故意制造这个距离感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尊敬别人呢，也会说故意，就是把人家抬上去嘛，我们压把自己压下来，所以这个中间的距离感呢，就可以用阿娜塔这个词呢去表示说，哦，你跟我不一样，你是高高在上的，那。以前的日本社会就是有这种比较有这种感觉嘛，就是男人在家就是比较地位是比较高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啦，现在的年轻日本人不要，哼，根本就是老公的地位在永远都是在下面。现在我在家里，老婆有马兔子六，完全用不到阿娜塔，完全用不到阿娜塔。Oh my， 你知道现在都是老公没有吗 ？Oh my， 啊。不会吗？对，所以以前呢，就是制造这个距离感，尊敬老公，对，就是他就是一种敬语啦。啊那达，对。所以如果要用啊那达的这个经典台词，的话是这样子。おかえり、あなた、ご飯にする？お風呂にする？それとも私にする？好，所以这个。三个主要的用法呢，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阿娜塔不是说我们不用学哦，它是真的有用的。它就真的是我们中文说的你那 ego， 这个英文的话就会说 you 嘛，对不对？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我们还要再看一下日文的特征。那我之前在大解说有跟大家分享到嘛，日本这个国家呢是很重视状况的。你是谁？我跟谁说话？你的身份跟我们的关系哦，这个呢，因为它是岛国嘛，所以大家都会了解彼此。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条件呢，前提就是真的要去知道说你是谁。那一旦知道了对方是谁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用あなた了。就会叫，如果对方是医生就叫医生嘛，对不对？对方是老师就叫老师嘛。对方是有你知道他名字之后，我们就会称呼名字嘛。对对对，通常这个你会被直接省略掉。所以不会像中文的你那么好用，你不知道名字用你就可以代替，多舒服啊！但是日本没有，日本你不知道名字就很困扰，你知道吗？哎呀，叫不出来。但是就算你不知道名字，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省略。所以像问你的名字的时候嘛，通常我们会说，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嘛？但是日本人的话呢，他不会，あなたの名前は何ですか？不会这么说，他们就会直接是お名前は。这个お名前は其实他就有，因为他是敬语嘛，所以他就是有称呼对方，的意思。所以你的名字お名前は不会说あなたのお名前は，あなた会直接被省略掉。对对对对。知道名字之后就叫你名字，不然就是用对方的身份去称呼他。对对，这是这个日文的特征。特征，但是
为什么课本要教呢？因为课本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嘛，课本不知道谁在听，也不知道说用的人会对谁用，所以他只好用あなた。因为像中文的 you， 中文的你跟 ego 的英文的 you 啊，不用去理会到对方是谁，跟对方的我们的关系的去的第二人称，第二人称代名词呢，只有あなた。そうだね。所以这个必须老师在初学呢都要教我们这样子哦。我们平时看的书，日文的书里面，作者只能用あなた来对写嘛，又不知道是谁嘛，对不对？所以あなた是必须要学的，各位。你们看了这个影片之后，你们看了这个影片之后也知道说要怎么用了，对不对？那不要忘记给我们这个影片一个赞，还有帮忙分享一下，今天老婆的演技非常好。那我们下一集的学日文再见，拜拜。